and pens and books and pens.浸過夜嗰啲人話浸兩個鐘喎，應該浸邊個好啊？浸兩個鐘嗰啲係發咗芽未㗎？浸過夜嗰啲係發咗芽未㗎？半麥啲啊，一定冇錯嘅，但浸兩個鐘發唔發到芽？
Oh yeah, tatuaje, no? Sí, a ver.应该搵个，应该用手机嘅。用手机嘅。可以教你整呢個喎，你啊，唔係我話你幾時得閒啊？暑假有冇心得整？暑假，咦？定係你到時要還咗部機㗎啦，冇得咩㗎啦？啊！我都冇諗住教你影相，我怕，我怕要需要啲三焦水嘅部分。即係咧，我同事中意呢啲嘢㗎，或者你又唔識得任何人唔中意呢啲。佢用咩嚟？Welfare 啊？咩話？Welfare，LV 牌嘅 Welfare。好似2015年嘅嘢嚟㗎。2015年嗰邊講。唔知，好似係2003年。我相信佢有陽光劑嘅，係咪可以俾我結婚前一晚敷下嘅？呢啲我就係我唔明點解派俾所有人嘅 welfare 啊，而有呢啲嘢。我都係覺得佢係陽光劑。你冇女同學可以送嗎？冇。踢波嗰啲咧？
剩下啲錢去做出嚟嘅多嘢，而烏托世界最難做多嘢，烏托世界最難做多嘢，也就沒有一百萬歲。香港市的人都升花，香港市的人都沒有一百萬歲。有一個電腦在這裡，有一些飯在這裡，有些蟹仔在這裡，拍緊片啊？哎呀，蛤？看他怎樣吃夠飯啊嘛。那飯都變成蟹仔？哎呀，唔好啊！冇啊！要洗地氈啊咁。啊？咁咪要洗地氈啦。冇洗到啊！冇洗到。咁你諗住點樣捉住佢？諗住令到佢離開呢個地方，定你想焗死佢？都捉過下。唔緊要啊！你想點處理佢？跟住濕毛巾。係啊，佢放生佢啊，是但啦。哇！你放生佢會咬你咯。或者食咗佢啊，或者殺咗佢啊，由得你啊，你中意點處理點處理佢。我冇乜意見嘅，我係唔知點處理佢嘅。梗係冇死到啦，暈咗咋，暈咗咋，你聽啦，手腳一次，聽有冇聲啦？咁你做咗就，唔識得游水嘅啫嘛。哎呀，諗住錄耐啲啊嘛。